有人雄进来父亲来临，恭喜着林志晴作为家庭的祭品，以及三龟九九寿，希望爸爸伊会当大大行，希望这位近代老大人伊会当真正一路好行。家庭仪式仪式开始，伊就不予咱本庭三领着张家福全体后孙林晴。请归，双手合掌，张家福全体后世平等，归人林腾情，恭献家庭的祭品，献花，献花林晴，请拜，希望爸爸，伊会当卡达莲花，步步生，献。希望爸爸伊会当修行正果，无挂碍，献果成拜，献金银彩票，献金灵钱成拜。希望爸爸一路西方好修行，三献祝。初献祝，初献祝，一献爸爸顶天堂举杯，请拜。再献祝，再献爸爸归西方，再拜。三献祝，三献爸爸归极乐。举杯三拜，咱再一次一同向着咱上近来父亲带领的义兄弟两位，献一个深深的叩首礼，叩首。来，大家把手甲头吼搭在涂骹，恭读家祭文。祭文，亲爱爸爸、阿公，今日是你这位老大人福干出殡的日子，还你抱着对死恳切的心情，跪在你灵堂。爸爸，你往生这段日子，阮才是伫厝内底面。看到你心情衫裤，以及爸爸你上思念的用品，再见。我的目屎总是条好看的，阿然突然画面，想到爸爸，你这一生唔惊辛苦，为你头出，搁你头落，尽力，尽力。偷偷从着阮家的囝儿是世来才用心的，因为你的付出，害你才会当来成长，才会用来大汉。当初害你在这个社会上淡薄成就，会甲人立足行起，这拢完全归功于爸爸，你对害你无私的奉献，你对阮的爱。你对阮所讲的一切，爸爸你所做一切，害你永远记在阮的心内。照理讲，这几年来，爸爸应该接受害你的教育，享受天伦之乐，安享天伦之时。奈何天地无情，竟然敢夺走阮爸爸宝贵生命。害你亲目睭看到爸爸的往生，悲伤万分，痛你肝肠。有啥来当了解害你心肝来伤心你认不甘？阮思念爸爸的心情，拢毋知要甲啥讲。爸爸，当你讲养儿方知父母恩，父母恩情永难报，若是有来世。
害你愿意阁成为爸爸的囡仔，陪伴你，友好你。希望咱全家伙仔的爱，爱生生世世甲你做伙哦。害你一定会谨记你的家事，阮绝对会辜负母亲大人，伊在天之灵。虽然阮祈求慈悲的活菩萨，才因爸爸会当早日往生西方，但是阮在这嘛祝福着爸爸，伊在另外一个世界会当无挂碍，无无痛在，爱在，福离上香。愿你家属请抬头，双手合掌。咱再一遍仰头，咱深深深深的看着爸爸阿公，一直中做阿伯医生，爸爸拄则在天之灵，伊深深感受到咱家所有子孙，大家三日忘分的孝心啊！伊嘛知影，在几个弟兄的期间，真正辛苦着大家啊，所有子孙无眠无日。但我无通啊，好好来休困，因为咱忧伤的，干那希望为着爸爸办一场重要的告别仪式。你个用心孝心，爸爸在天之灵深深感受着。人你讲手无害你时，才知影爸母情。虽然咱为个为着后官，咱已经为人的时代，但是咱可能拢袂记得啊。爸爸当初是安尼辛辛苦苦的，伊骨力打拼，毋甘穿好，毋甘食好，伊拢想着啥？伊拢想着今日几冬冷冬前，所长家伙的子孙。